所以，我们这算是约会啊？你就不要把我当成我自己，你把我当成肖无敌就好了嘛。你不就是肖无敌吗？我是说，你把我当成书里的那个肖无敌嘛，是吧？你那段故事是怎么写的来着？男女主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约会。男主给女主披上了外套，然后第一次牵了手。想试试吗？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啊。算了，就是心动的感觉吗？好像触电一样。Thank you.